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英语吧。那么今天消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想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太热，也还是这个温度，就是太热。虽然我们明天已经在午夜了，明天就是午夜1号啊，1号好。那今天晚上其实呢，我们有许多许多视频。然后，如果我要集中哪一个视频，今天晚上我要讲一下呢？那对了，因为我记得的，这个新视频，因为我看见我的。从 YouTube 平台的建议，给我的视频呢，然后我，找到了这个 Amber L 的频道，然后我们会听见他讲话，然后有时候呢，如果我们集中一下。我呢，比如说我呢，我会觉得，为什么那么快讲话啊？然后如果我们查一下，我想就是因为他首先写一下他要说的事，然后做这件事时候呢，他讲话，所以如果我们听见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太快啊。可是，可能另外的人，会懂，会听懂，没什么错。可是我呢，可能就是，虽然我会，我会了解，我会理解，这些部分。可是全部的句子，可能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太快，让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好，可是呢，他，因为我在西班牙语课呢，可能就是，昨天吧，我也说过，他让我记得，我们在日本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从台湾来的人员工作人呢。然后他其实呢已经结婚了，跟日本男人结婚了，然后他已经有孩子了，可是我们在那边呢，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本人都喜欢他，所以这样子是，还有呢，他也会讲日语呢，日语啊。然后现在如果我试试记得一下呢，虽然他有这个口音，就是还是台湾人的，台湾人的那个感觉，还有呢，有时候有这些词，就是从台湾，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撮影，可是一般人要用的就是撮影啊。如果我们是用日语的话呢，有这个感觉，就是他要用的就是撮影，也是对吧？也是撮影。可是，一般人可能要用的就是这个字就是撮影啊，我说一般，但是可能意思就更好的意思就是这个平常用的平常用，因为如果我们讲一般，那大家不是一般嘛，一般人嘛，就是不对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频繁的，因为很多很多。日本的那些女生呢，她们要的就是，其实呢，这样的生活就是，
平凡的感觉，因为我们会看见很多这些电影，很多这些电视节目，他们平常讲的就是我要的就是平凡的生活这样子是，然后为什么他们不会受这样的生活呢？因为有许多的一些男人啊，他们做的有这个有危险的感觉吧？他们没有听见我们已经有规则规律了，他们要的就是有一点这个，一点这个，我们可以说创新的创新的事啊，有时候这样子。或者他，有这个感觉，就是，他不会了解我，他不会理解我的，这个，我要的是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最后的就是这个最，我要的就是，平凡的生活但是男人不会了解你什么的这样子是。好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继续学习韩语吧，继续学习普通话。当然我说我们得继续学习，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的他们的能力比我更好了，我的进步没有那么快这个是真话真话。因为为什么？因为虽然我继续做我们在 Coursera 这样的网络服务呢，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读。什么书本？我看见书本字太小那如何会读呢？我得用电脑，我得用这一种技术，让我读很多，比如说日报什么的可是日报是在日语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早报呢？早报也。也有这个有用的我们可以用。可是的，我看见有时候呢，有时候，可能你得付钱吧。会读更有趣的消息，因为如果你看见，你快的读一下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消息了或者，或者什么？或者，如果你继续读，那没有那么新的注意，没有那么，我们可以说，当然有这个部分就是语言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生词，所以你会进步吧？也有啊。可是消息内容呢？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在另外的网络站读了所以你只要的要做的就是加上你的生词这样的事。可能就只有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对，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因为他们做这些频道，然后，他们要你看见，就是我们会讲很多这些语言，比如说。这个先生叫做阿基亚马先生呢，他会讲10种语言
他说十种语言呢、啊，然后当然，如果我们看见，这些人们，比如说 Goffman，Senior Goffman，Steve 先生呢，他们10年以前也开始做这样的事了啊，然后那么多年之后呢，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会想的就是，如果，他们首先说的就是，我们会想十种语言，意向哦，可以，也可以啊。可是以后呢，他们没有那么多用，为什么？因为在生活呢，他们得实际中的语言，不是那么多，比如说。两三种语言就好了，所以我们看见，逐渐的他们的语言能力，降下，所以我做的就是，当然，如果我们加上很多多时间，练习做这些训练，那么我们都会进步。可是，一天你只有24个小时吧，所以你如何使用这个时间呢？让你自己进步，所以你得想一想。然后我呢，每天我会使用最低就是5分钟，每一种。语言呢，我会加入5分钟，最低5分钟，那这样的练习啊。可是这个5分钟只有就是录音吧，然后当然我们得加上这些部分，就是听见什么聊聊，还有什么读书也有吧，读消息也有，所以我们得加上更多。可是，如果你有工作，然后工作，你没有使用，汉语，你没有使用日语，那么怎么办啊？所以你得加上这些作业，给你的生活，有一点这个，支撑吧啊。好，那么我们在这儿停下来，然后继续好练习。